者萧芳喜台北报道，张轩瑞今出新蓝之金特瑞白雪老霜继小熊晚安胶囊新品上市记者会，聊到在我的男孩和林心如大谈子弟恋，虽然常在片场讲冷笑话让林心如大翻白眼，仍备受照顾。他拍戏时有场情绪很重的哭戏，当时他笑了很多次，却一滴泪都流不出来。后来导演让工作人员先休息，让他在旁培养情绪，但他压力大，认为自己拖累大家，一到旁边就崩溃大哭。没想到林心如却默默过来打入他的肩，安慰道：“别想太多，让他暖心。”他说林心如告诉他不要太去想这件事情，只哭戏越想越难办到，并说会哭也不代表是好演员，做自己就好，让他备受鼓励，也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人承受这样的压力，觉得不孤单了。他近期将推出新书《记得男孩的样子》，为了新书他每天和新书编辑聊2小时，激发出许多对生活的想法。他笑说新书不卖肉，期盼向粉丝介绍自己是谁。张轩瑞出席蓝之上市记者会，记者王文玲社。张轩瑞在我的男孩和林心如大谈子弟恋，记者王文玲社。